对呀，吃啥好呢？晚饭，来个玉米口味的乐香吧。来来来，喜欢先放水。香，摇一摇。轻松、饱腹又健康，简单几步解决了我的晚餐。满足。什么哟？Hello，哎，梦晨姐，我今天晚上要走，然后但我又很舍不得你们，所以我们来一个姐妹夜话如何？好啊，可以啊。那我去叫他们。好，你收拾收拾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了。Hello，丹丹。我忘了，我忘了。干嘛去了？要做深蹲。来就来嘛，如今你还带东西来送我。这是你送我的呀？这不是你送给他的吗？哦哦，你送我的，这个我也有。哎，Who are you？ 进来，峰哥。今晚男士止步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女生之夜，来吧，啊，这是干嘛呢？你们来来玩游戏什么的，真的哦，坐在潇潇边来，那还是可以的。好，你放下了，好啊，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呢，啊，不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啊，那你们玩吧，你们女生这种聚会我也不参加。你走哪儿去啊？你们女生玩吧啊，开 party 不带我，哼，无聊啊，啊，也没人陪我聊聊天儿，哎。谁呀？听到了你的召唤，我们就过来了。我哪里有召唤你们了？你的心里是这么想的吧？我不是这么想的。我们聊会儿天，我们讲讲好玩的事情啊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？我倒要知道，教练除了这个让我们健身。惩罚我们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？错，要不我们去健身房里？算了算了，还是聊天吧，还是聊天吧。坐坐坐。好，没有深蹲。在这个 house 里面，当你要坐下来，你需要去做20次的深蹲。来，来吧，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好，哎，坐吧坐吧。哎，所以你这已经准备要睡觉的一节奏吗？对，四个女孩在上面开 party 呢。开 party 也不带我，那我说只有我一个男的，想不到你把你们两个给忘了。我们一直在观察着，一直在暗中保护我。对。
就怕你会有一些心理的波动。我心里没有什么波动，其实挺好的。你觉得呢，凯夫？嗯，你为什么老是不说话？啊？没跟你没法聊，哎呦，哎，我是不是又总算可以说话了？真的吗？好不容易。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吗？我平时说话都是这样的，一直都没有机会说话。没关系，今天不用不怕孤独，对不对？有我们在，我们会帮你。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好事儿。这个颜色可以说是无敌了，百搭。嗯，这样涂在如今的嘴上，可以。它很自然，这个颜色它就是不挑任何人。然后你在外面再加一层别的颜色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级，非常好看，而且显得皮肤很白，这样好娘啊！啊，很娘，娘，怎么很娘？就很可爱啊。对，真的好。这个颜色，嗯，可以说是无敌了。它涂这个就很自然，这个。对。如果再盖一点这个颜色，就会更好看。好，抿一下，气色一下，就出来了。让我看一眼啊。迷恋了，是不是还可以？哎，给如今画个眼线呗。第一步先把眼镜摘下来。哇，那我们就上手了。我为什么往下拉？因为往下拉它就会变成又笑眼。就是你可以先用一个就是淡一点的颜色，就浅一点的颜色打一层底，然后就可以选一个就是稍微深一点的颜色，面积不用那么大。然后刷睫毛，我觉得睫毛是灵魂。对，睫毛是灵魂。睫毛，我好想把你眉毛刮一下哦。来，不行，刮完之后整个人就会变得眉清目秀。要不扎一个小揪？可以，来吧。哎，他那个，哇，全套美容沙龙。对啊，美容沙龙，所有人都在为他服务。微笑，可爱。Enough 了吗 ？Enough 了，打开了新世界。我之前有研究过，但是啊，还差得远呢，收获还蛮多的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发一个微博，问一下网友们最想听我们聊什么吧。好，对，征集一下问题。我们要用这个来回答问题吧？用什么吸盘？不是吸盘，这个测谎仪。哇。